盼了好久，今天终于能够和你站在一块主持节目了。什么盼了好久？我倒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我们两个在这里主持呢？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的歌路很接近，而且我们的形象也很类似。对啊，我们都喜欢选择一些比较清新的创作歌谣来演唱。对，说到创作歌谣，我仔细的回想了，我觉得在去年一年当中，创作歌谣里好像增添了很多新的成员。对不对？那么我们选择这一类的歌曲来演唱，最主要是喜欢它的清新淳朴和淡雅的风味。我也觉得，创作歌谣呢，也不止局限于写诗派的，应该还有能够描述其他方面的。对，像描述周遭的景物，还有作者自己心里的一种感受。是。只要出于自然的话，我想就会有很好的作品产生。对的。说到了好的作品，我想你应该还记得叶嘉修。我的好朋友，他帮我写了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还有《年轻人的心声》。对，最近呢，他也帮我写了一首很棒的歌，我自己非常喜欢，我不晓得朋友们喜不喜欢。我想朋友们一定会喜欢这首《含羞草》。小姑娘，静静地站在那小路旁。当我蹑手蹑脚地走近她，她就吓得捂着脸弯下腰。海大之风。